太中间了，高兴的，哼，哎，轻松多了这哈，大叔，哎，大叔哎呦，哎呦。出去兜一圈，哥新买的车，但是钥匙没带，落酒店了。要不跟哥一起去酒店，把钥匙拿来。我带了。来一次，来一次。还买了两水喝的，你看这后面怎么搞的呀？我给你烫头的，烫头的啊！烫个几把毛，就是怎么还能烫？什么毛？什么毛？血腥！
着呢？是呢。哦，邓吉墨的特写机哦。我操！踩我的床。咱手机没电了，他可能给咱俩充电的，来造型摆好，造型。靠边停车。好嘞，教练，靠边了。真废，我让教练开。你明天不用来了，知道吗？赶紧关门！你不是让靠边停车的吗？
小子，真的。美女，帮我按一下电梯吧。我操你妈！你妈了个逼，我炸了！